你们在干什么呢？我们在踢摩天轮。对，摩天轮吗？看不看的？噔噔。好的。小房子。让弟弟教你拼好不好？我弟弟当然会拼了。啊？你会吗？他，我会呀。啊，是这样买的吗？这样买。这你弟弟教给你。看我姐一来，她就开始干活了。还有一个皮皮在那儿。皮皮想吃。嗯。爸爸，这个。凉水下锅。做到阳台。哎呀，这么脏。嗯。哎，这就是啥？鞋膜。再把它捞出来，再洗一遍。就这样料吧。炖四十分钟。要少放盐，少放盐。上面蒸上面菜看母亲着我的手爬过那山头蒸菜这就放了一次的打的豆浆还有羊汤它撑出来撑了快了哎我去里行可以哎呀手把羊排不会疼啊那烟火是烧的水吧哎呦赶得忘了拿出来了要回来拿出来捞出来娘们再吃可快了就这一块哦一样凉快，往上走。啊，这一样的都用不着了。羊排汤。看，一桌子菜，真是一桌子菜。羊是蹲下的，要吧？老多。鱼子不多，就羊啊，就一点鱼子。看你要你姐姐都好好吃饭呢，你干啥嘞？啊，我一勺米面，两勺的羊。哎呀，晨晨真是乖。喝点羊汤啊，晨晨。拿吧。这他天真的笑容。暖暖的感动。看着他天真你不吃就别拿知道吧快吃米面给你肉肉啊乖乖来下大雨了啊今年还没得下大雨了这一次再打雷